你好，王太太。长这么帅呀，这得看颜料哦。他还会做饭呢，手艺还不错呢，还有上回那橘子。说着说着吧，还哭了。我就是怕你会嫌弃我。哭什么呀？你也是个特别好的老板。徐总说您挺懂吃，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工资才能涨得快。 你说呢？本周日晚间8点，《30而已》就在 TVBS 42频道。